新春过年了，我现在在前门的大石乐附近，等会儿去看一下德云社过年它开业吗，都有什么时候营业信息，过年听听相声也是不错的，看一下去。今天是年二十九，这大石乐街上人还是挺多的，是吧？估计等初一的时候人更多，明天是年三十嘛，人可能会更多。这前面就是德云社了，看一看德云社什么时候的营业信息呢？我记得那放开之前这边全部是关门的。广德楼的德云社，下面写的是有那个兔年嘛。广德楼演出地点，老郭在这里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从有相声、双簧、古彩、戏法、京韵、大鼓，大年初一到初七，这些应该都会在的。应该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可以来这里看。九点到22点，现在年二十九它是门锁的呀，就在这儿。所以想看老郭相声的，可以来看一看了。大年初一到初七可以听一听德云社的相声。三年了，德云社也终于开业了，很多人期待老郭的相声，这次终于如愿了。不知道老郭会不会在这一场，或者是在其他的小剧场呢？不过呀，能听相声也是不错的，喜欢老郭的，喜欢德云社的，就可以去看看吧。